近视，包括今天来做的是沉浸式包括 Let's go。 虚板的悲鸣语，客人要虚板的悲鸣，客人要虚板悲鸣的话，我们来说说这张叫谁还送他好了，对不对？我喜欢悲鸣，觉得悲鸣可爱的可以上面打加一，不喜欢减一。好，一喉咙就是因为那个一直讲一直讲，因为我们合唱团唱太高，然后就是太高音，因为我是唱高音，好简单，一唱高音就觉得很烦，但唱一唱高音的话就觉得嘴巴更干的。这是我们新增的物品，下次来新高一个，介绍一下我书桌。再研究。哦，对，我刚刚包好了一个袋子。哎，这是我，哎，这个是我刚刚包的，不是很可爱。那我刚才是多包了，你们要看吗？正品的，我多包了。Here，here，here。哦，那因为我不是全部都拍，那我们先装一个新的。这是新的，我自己挑战做的。如果有被我抽到挑战自己做的，那个那个东西是我的包货自己在换，怎么干？怎么干？的话就是会有抽奖活动，你肯定会在里面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就 sorry。抽奖活动是抽好的吗？有人问我说，但是我讲过我要抽奖，哎，我好像有人说我要挑战抽奖的，可是抽奖的话是有测速的，像先被我抽中的话，我给谁都忘记了，那个恐怖人的绰号好像叫掉财，然后好，看清楚吗？ OK， 那我们这个会就做好吗？那我们再见，那记得订阅、分享、评论、评论，再见，拜拜。